见过毕淑静。再见不否定。在这里热烈的欢迎澳大利亚总理阁下和夫人以及访问团的所有的成员。Your Excellency Prime Minister, Mr. Yulin. 你知道总理阁下刚刚从台湾的最南部屏东县回来，那是我的故乡。I'm especially. 我们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不但可以在这里再次的看到，在这里欢迎我们总理阁下和夫人再次的访问我国，而且也非常的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让总理夫人以及访问团的成员能到台湾